人真的会有前世吗？不然怎么经常出现这样的经历？在某一瞬间，似乎眼前的一切都曾发生过。有时你正在做一件事，突然感觉自己曾经也做过。有时某个地方明明是第一次和对象去，却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强烈感觉自己曾经和其他人来过这里。有时做了一个梦，很久以后的某个时刻，竟然发现眼前的景象就是曾经的梦境，甚至连人物和场景都一样。难道真的是前世轮回前打翻了孟婆的碗？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科学上被称为即视现象的幻觉记忆，又叫海马效应，是大脑的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，而并非前世的记忆。根据调查研究显示，超过 70% 的成年人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，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更容易出现。它是由于大脑的一半处理消息突然过快，另一半反应迟钝所导致的。就好像当你看到某个场景时，视觉神经越过大脑神经，直接把画面转给了记忆系统。在大脑反应过来的那一刻，画面早已存在于记忆系统中。就这样，似曾相识的感觉就会出现。其实这一切只是大脑的漏洞而已。那么你觉得这种现象是海马效应还是前世记忆呢？